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刘。这期的视频和以前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。这期的视频，我们不做游戏实况，我们来聊聊你的旧电脑，你闲置的电脑。2011年，苹果更新了它的 MacBook Pro 产品线，推出了我手上的这台 MacBook Pro 2011年款。磁吸式的充电头和会发光的苹果 logo 非常经典，纪念意义不言而喻。视频的你肯定有自己非常喜欢的设备，比如你喜欢的品牌，比如你喜欢的型号。本期的视频，阿刘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对旧设备、对老去的电子产品最高的礼遇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，让你们的旧设备重新回到你们目光中，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回到你的身边。对于拆机装裱，很多人可能觉得很陌生，毕竟国内做这种视频的很少，但是做出来的效果确实很爆炸。如果你是一个科技发烧友，有一幅这样的装裱画挂在你的房间里，那真是 bigger than bigger。 拆机装裱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实际做起来想要做好还是有点难度的。首先我们要准备好你要装裱的设备。我手上的这台 MacBook Pro 呢，主板已经坏掉了，是从一间维修苹果设备的地方收回来的。很难想象以前接近20000售价的旗舰笔记本，现在仅需几百块就能收回来一个报废的。拆机工具我就不做过多介绍了，一盒螺丝刀就够拆完一整台电脑了，淘宝上一搜一大堆。拆机过程中呢，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个教程，免得你拆坏了。但是你也可以和我一样，把能看到的螺丝全拧下来，把能看到的开关都打开。拆机阶段呢，就一个原则，在不破坏零件的前提下，尽量多拆出零件。拆解时首先要把电池跳线挑开，但是我忘记了这一点，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。如果你被电到了，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。我在拆的过程中并没有先把电池卸下来，因为我没注意到这个位置还有个螺丝，像我这样直接拉拽是很危险的，锂电池接触空气可能会有爆炸的危险。当然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拆解方法，我也不可能一件一件的教你拆，体验这个拆的过程，自己边研究边拆也蛮有乐趣的。就 MacBook Pro 而言呢，内部的构造非常精美，甚至可以说没有第二家笔记本有这样的整齐。使用了很久的机器难免会有进灰，像我手上的这台 MacBook Pro 拆完之后桌面上一堆灰尘，我真怀疑这是从伊拉克运回来的。